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赞 Trudy， 今天会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面前一款 Hermes， 你 size 应该知道了，这个是 Pico 亭22了，而它的颜色呢也都比较鲜艳啊。今天这个呢是一个三拼色来的。首先介绍这边是一个 I6 的极致粉，比较鲜艳，0D 墨西哥粉，同埋呢条带位嘅 S3 爱心红，咁鲜艳嘅颜色配埋呢个银锁，非常之夺目。咁啊，除咗佢个颜色之外啦，佢个皮质咧亦都系用咗个 PC 皮，非常之挺身嘅，同埋咧佢个火粒纹咧比较明显。就算是刮傷都很容易恢復。拿上手也不會重，比較輕身，底部呢也都做了一個經典的四粒釘釘，防止磨蝕它的皮革。而 Pico 亭的22這個菜籃子算是一個愛馬仕的入門版本，除了用易襯衫之外，它的顏色呢方面咧，亦都比較特別嘅。如果係入門款嚟講咧，這個價錢算是超級超值啊！因為咧，一般咧呢個價錢咧就買不到三拼顏色嘅。咁而呢一個咧，今次翻嚟咧，亦都做咗個超級嘅特惠啊，放翻聖誕節、過年、新年。而佢個外形啦，亦都比較可愛，的的色色，襯裙款、褲款都比較百搭，一年四季都可以。深色衫嘅時候，亦都係一個鮮色袋嘅絕佳配襯。容量非常之大，亦都可以放到长银包。22嘅 size 非常之大啊，可以适合咧放到长银包之余啦，仲可以放到水樽啊、scarf 各样等等。示范一次俾大家睇睇啊！非常之容易配搭，亦都可以绑翻条 Trudy 去做一个点缀嘅，或者系勾只马仔去做一个点缀。我哋最近都翻咗唔少色码，如果大家都中意呢个手袋嘅话，欢迎嚟翻尖沙咀名人站揾我购买，亦都可以下载 APP 网上购买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呢个手袋嘅话，记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Thank you.